诸位同学，请看《云音净月菩萨的赞颂》第八首：周遍法界虚空身，普照众生智慧灯，一切方便皆清净。习所愿行，今具也。这首颂是赞叹七地菩萨愿行地的菩萨。第一句是赞叹菩萨的果用。周遍法界虚空身呐，身是果报。周遍法界是它的德用啊，这是正得虚空身。这些话，我们初学的人听起来感到很抽象，啊，实际上呢，它确实是事实真相。我们在凡夫地无量劫来，把这个真相迷失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把这个真相为我们说出，可是我们自己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没有办法体会。我们修学佛法了这么多年啊，才有一个粗浅的认识，可以说是相当粗浅的认识，体会的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不但是一体呀。说得亲切一点，是字体。是自心所现的境界，确确实实，如同梦中的境界一样。佛常常用梦境来做比喻，细心的人不难体会得。梦境肯定是我们自心变现的，不可能是外面有什么东西啊，它到了我们梦境当中来，不可能。佛说，我们眼前的境界，净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法了，唯心所现，
为识所变，所以它是一体，它真的是自己。啊，就在自分上，确实有这么个现象，有部分呢明白了，有部分呢依旧在迷惑，啊，就如同我们这个身是一体，身体很健康，啊，全身每一个部位都有知觉。有知觉就好像是悟了，可是有些地方啊，发生了毛病了，局部啊麻木了，没有知觉。这个没有知觉的这一部分呢，那就是迷啊。觉悟的部分呢，一定要帮助麻木的这个部分。啊，我的右手觉悟没问题，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，啊，我一定给他按摩，帮助他恢复知觉。这就是佛度众生。啊，觉悟的这一边我们叫他佛了，麻木这一边叫他是众生呐，他是一。不是二啊！啊，诸位从这个地方细细去体会，虚空身呐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虚空身就是清净法身啊，虚空没有染着啊，所以是清净的。身就是法身呐，啊，多大呢？周遍法界。所以大乘法里常讲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不能不明白。这一个事实真相啊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普照众生智慧灯啊。自信本具般若智慧，这个时候开始起作用了。前面六地修的是根本智啊，一切法门显遍了啊，普现过度入虚空啊，根本智从根本起后的。这个厚德，七地菩萨修的是方便波罗蜜。啊，所修学的，无不称心。这一点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不能不学习呀！我们是在迷，没错。佛菩萨在觉，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啊。效法佛菩萨，佛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
我们想学，很想学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了解，为什么学不到呢？原因很多。佛归纳几个重点来给我们说，我们的金贪放不下，障碍住我们学不成的，恶业改不了。嗔恚、傲慢、常常起现行、懈怠、懒散，功夫不得力，这些东西困扰着我们，我们麻烦了。啊，心散乱，没有智慧。啊，遇到真正的善友、善知识，啊，真正的善友是什么呢？佛菩萨了。啊，佛菩萨我没看到，经典就是佛菩萨，经典就是真正的善友。啊，遇到什么不认识他？啊，不相信他，啊，对他不了解，不能够接受经典的教诲，挂名是学佛，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一毫一分。都没有得到啊！啊，菩萨智慧开了，真的是普照众生。智慧灯这三个字，就是表方便波罗蜜多。其他不用日，不用月，他用灯。啊，灯表方便，无处不照，啊，日月照不到的地方，灯还能照得到。一切方便，是菩萨所学的。我们今天。仔细去想想，对自己、对众生，处处不方便呐。啊，当然，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嘛，我们烦恼习气一大堆。啊，虽然天天学佛，学佛功夫有没有进展呢？得不得练呢？可以说是一丝一毫都没有进展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得了。佛在经典上常常讲啊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。啊，生在无著卧室当中啊，养成了著卧的习惯，习惯呢变成习气，
跟自性清净心呢，完全相违背。啊，真心、本性，一丝毫的着物都没有啊。这个本性里头含藏的是净德，啊，就是此地讲的清净的方便，啊，方便是得了，净得了。啊，什么是净德呢？举例而言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是净德了，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翻过来，悭贪、恶业、嗔恚、懈怠、散乱、愚痴，是自性里头本无的。本无的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？这些东西是迷失了自信，把性德了转变了，啊，变性德里面的布施、供养，成为悭贪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悭贪之体跟布施供养的体是一个体，断了它就是布施供养，迷了它就是悭贪。啊，你看佛用什么东西，让我们恢复自信呢？让我们学习布施供养，恢复清净的心德。啊，开始学习的时候有困难，困难在哪里呢？因为那个习气太重，一下要改。好像很难过啊！啊，要舍离呀、啊。什么时候你养成自然了，这习惯成自然了，自然的，那个布施供养啊，自然就大方了。啊，布施供养还都要考虑吗？还需要计较吗？啊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有能力的人修布施供养啊，他想来想去啊，顾虑很多啊，啊，这是还是没有彻底觉悟，彻底觉悟了啊。这个念头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性德流露了。啊，有人说我布施供养，我这个力量有限呐。啊，没错。啊，为什么你的力量有限呢？你没有见性，啊，你的一些财宝修得的有限了。如果你要从修得里头啊，慢慢转变成性德了，
你的财宝是无限的，就像经中啊，我们看到诸菩萨们手中常出无量珍宝，用持供养十方诸佛，供养十方一切众生。真的无量的珍宝啊！我能不能有呢？那问题看自己啊。这个东西不要问别人了。自己能力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逐渐呢。恢复自信了。妄想分别执着，总得要一年比一年少，一月比一月轻，这是好境界。所以，学佛的同修要常常思维、反省、检点。我对于一切人事物的计较、执着，有没有减少？有没有减轻？如果有，这是好境界，证明你的功夫啊，不断的在进展，到一个相当的时候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功夫得力了，也就是。自然而然，不再有分别执着了。这个事情做好了，或者做不好，做对了，或者做错了，你都会很自在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放在心上。渐渐呢，趋向于自然了。做对了，做错了，对与错是两边的。两边。没有见性的，与性德不相应啊！到什么时候你真正入了这个境界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争妄，没有利害，所谓是两边不立了，中道不存。处事待人接物是自然而然，这个时候，你虽然没有入佛的境界，也不远了，非常接近的。什么叫佛境界呢？佛境界就是自然的现象。佛经的名词讲啊，法尔如是啊，这是佛境界。
修行，这有四有理，四呢要方便一切众生。菩萨念念之中不离方便众生。在在处处不离方便众生啊，这个方便众生就是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呐，第一愿的落实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方便是无量无边呐、我们讲的很多了，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服务，服务的项目。无量无边，服务的机会，自己要晓得掌握住。啊，遇到了，认真努力去做；遇不到，也不必去找。啊，去找呢，叫攀缘。啊，遇到了，这是随缘。攀缘心不清净，随缘心是清净的。对于一切人事物，是菩萨修方便波罗蜜的对象啊。对人，决定要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勉励，互助合作。啊，对事。要认真负责，啊，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利益大众啊，对无要爱惜，事出世间法，古圣先贤教人惜福啊。佛经里面讲的最多啊，集结功德、集结福德，不懂得惜福的人，他到哪里去修经？所以，物要爱惜。不能糟蹋了啊！特别是佛陀入灭之后，四众弟子啊，由于。世间具有大福德的人，对佛陀的
敬仰啊。所以护持佛门弟子，啊，建立庄严的道场，供养佛弟子进修。如果我们敬佛，我们尊敬这些护法的大德，对于他们种种的供养，自然呢就能够爱惜。如果任意糟蹋，这是不敬佛，不敬护法了。这损自己的福报啊！啊，到自己没有福报的时候，这福报享尽了；没有福报的时候，苦难现前呢，你才知道处处不方便。古人讲求。古时候，这些善知识，祖师大德常常教诲呀，啊，近代不说别的，你们看看印光大师文昌，这些话，在他的文字里面，偏偏都看到了。真正是千言万语啊！这是对于施主的尊敬。佛法里面教导知恩报恩呐！啊，现在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不知恩。好像是什么呢？他们供养给我们呢，是应该的，是吧？我们是应该享受，可以任意糟蹋。产生这样严重错误观念，啊，我听说澳洲。也有具有相当规模的道场啊，建设的费用达到澳币6、7亿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不能比啊。我们这个小道场，小道场很如法，啊，你要晓得那个大道场，多少人力物力成就这样的供养，如果不懂得惜福，不懂得。经营照顾，你怎么对得起出功德的这些功德主、这些护法们的护法菩萨啊？你怎么对得起他？啊，护法菩萨看到你们造这些罪业，看到你们堕落，看到你们受恶报，他也无可奈何啊。
但是，护法菩萨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一切法空寂，一切现象梦幻泡影。他的恭敬供养是圆满的，啊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法义圆成，圆满功德”，他的功德是圆满的，必定有人接受他的供养啊，成就他的果证，福补唐捐呐。必定有人在这个道场啊，我们用最浅显的话来说。相当程度提升他的境界，啊，这个就是布施供养福无边呐，啊，一天的供养，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记载，宋朝的将军曹涵，啊，他的前世是做一个小商人。肩挑的小贩，就是挑一点东西，在外面买卖呀。这个事情，我是早年呢看这些书籍，啊，几十年没有再看过了，印象是有。记得也不太清楚了，好像是卖布啊。这个我们在小时候啊，在农村里面乡下住啊，那时候我们见到啊，一个人肩上扛了几匹布，在乡村里面到处叫卖，大概是这种小贩。有一天。遇到寺院里面法会，啊，他也随喜参加，把他卖布的这些钱，啊，发心呢打斋供众，出自于诚意呀，并没有人劝导他。自动发心的呀，啊，就这么一点点的福报，这福报不大了。第二世就做了小官，啊，这个福报啊，做小官。第三世就做了大将军。啊，那我们。能够啊体会得到，他这一天的供斋，必定有真正修行人应供。他在得福啊，
如果你供斋这个里头没有圣人，啊，也有福报，福报小；如果这个里头有圣贤人，那福报就大了。啊，所以当年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住持的时候，过往大千僧斋供众，啊，斋毕之后啊，这个过往就向永明大师请教，今天我这个供斋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？他说有，啊，什么人？印光啊，这个燃灯古佛来应供。那个福报就大了吧？啊，可是诸位要知道，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如何把福德变成功德呢？心地不落影像。啊，我今天供斋了。供斋完了之后，心地清净，痕迹都没有，他这个福德就转变成功德。啊，那么这个过往还是不行的，还是没有忘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能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他做的是福德辨识。不是功德便是了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修真实的功德，啊，接受供养的四众同学一定要懂得惜福，要知道报恩。啊，要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常住之物不能任意损坏。诸位念念《地藏经》就知道了。啊，偷盗常住，任意损坏常住物。这个罪报啊，佛不能救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常住物是十方信众供养的，是十方信众那种真诚恭敬心供养的，这还得了啊？不是乞丐啊，讨饭，施主供养你一点，那个不是恭敬心呐，那是怜悯心呐，可以受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寺院道场里。一针一线，一草一木啊！啊，是信众护法虔诚心供养的，我们能受得了吗？啊，他们的目供养的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希望帮助我们安心办道。希望我们开悟，希望我们正果，希望我们成佛。他的目的在此地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能开悟，不能正果，不能
成佛，你就对不起他，你就亏欠于他了。现在，佛门四众同修，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？我们非常有幸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离开经典，天天读诵啊，逐渐逐渐的明白了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任意糟蹋常住无，得罪非常重。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遇到了，知道爱惜，知道保护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大的来说，道场。前人。创建的，如果年久失修了，我们尽心尽力把它修复，这个功德比建新道场功德还要大。对，佛经里头说的呀。为什么呢？旧道场啊，这个地方曾经成就过多少人？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，磁场不一样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护法神。曾经有很多修行正果的人是在这里成就的。这地方有灵气啊。所以你恢复它了，比你建一个新道场啊。功德或者是福德，都会更大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不肯全心全力去维护，而这个道场损坏了，这罪过很重啊。那么现在，有许许多多道场建立在繁华的都市啊，而且都是高楼大厦啊，因为人口繁密的地区，土地得来是越来越不容易了，是寸土寸金啊。那么这样道场建立，跟邻居隔得很近，特别邻居要盖大楼，施工的时候一定呢引起地面的震动，那么对我们自己道场肯定造成了破坏，这种破坏。我听说有许许多多地方，这个隔壁邻居施工啊，都签约。这个施工的那一个施主啊，他要负责来维修，要赔偿，这是合理。确实合理合法。如果没有这个法律，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防范。如有损坏，要全心全力去维修。为什么呢？四众同修在这个地方居住啊，心安。道就隆啊，
如果住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变成危楼，时时刻刻可能会倒掉的，心不安，道业不能成就。比一般建设什么商业大楼，那是为了名闻利养，不可以一概而论呐。啊，为名闻利养，这个利益很小啊。成就一个菩萨，成就一个祖师，成就一个大善之师，哦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。谁知道呢？啊，我们如果要不是几十年在经教里头，啊，用了这点功夫，我们也不会知道啊。啊，这是大的，小的饮食。啊，再小的，像这些文件用品，这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受他的提示啊，一张信纸，一个信封，啊，再有就是电话。最容易造成罪过了，常住屋啊，受访人你要想到啊，这个常住这个钱财，啊，使受访人恭恭敬敬，真得自己省吃俭用，想到这个地方来修一点福，啊，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地方是福田呐。如果我们任意去造它，那个罪报不得了啊！啊，那电话要不要使用？没有必要的时候，绝不使用。必要的时候，要知道长话短说。啊，人家说。10分钟、20分钟才讲清楚的，我预先要想想，我要在3分钟当中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。爱惜常住屋啊，特别是出家人呢，要修清净心的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，我们彼此互相之间。要有什么问题啊？需要沟通，最好用传真。啊，传真比电话要节省很多费用啊！啊，而且呢，电话里的废话很多，传真你写成文字，废话就少了。而且还有个好处，如果没听清楚的时候，你再问，他又啰嗦了。传真过来没有看清楚，再看一遍，多看几遍，你说省多少事？啊，还有档案保存可查，这个好，非常非常之好，比电话好得太多。这些话我也常常讲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爱惜常住，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生在世，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，对我们都有大恩大德。啊，我们出门。
到哪里去办事，沿途上这些花草、树木，啊，它们生长在那里，提供我们欣赏，让我们走行这个路，啊，尤其是远程，不会感觉到寂寞，那是他们在供养我们呐。你知不知道他的恩德呢？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啊，这个是远行菩萨金句言呢，具体表演给我们看呐。啊，他表演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表演的是啊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这个是修的清净方便波罗蜜啊，我们应当要学啊。到后面讲到第七地那说的就更详细、更明白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。